帅，帅，哥是帅的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干嘛？要不要看镜子？你看一下你有多帅。哎呀，帅到爆！你看，你看，我们要去拔眉，有没有？小姐，小姐，喜欢我的眼镜吗？哇，摆这个什么 pose？ 帅。还是先生，你要帮我买一节，两节也可以。干嘛干嘛？那我们再照一次镜子好不好？对啊，照镜子，照镜子，再照一次。哎呀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好帅啊！来，对着镜头，跟成千上万的小女生粉丝们说，哥就是最帅。怎么那么可爱了啊？突然对眼镜开窍。哎呦，掉下来喽！会不会戴？妈妈帮忙，好，那你要乖乖哦，来，这样子倒倒在眼睛上。你干嘛翻白眼？你干嘛翻白眼还倒退路？哎，要放下来一点哦，还不能戴刚刚好哦。小潘，小潘，哦，还翘一脚，哇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帅？眼前这个帅哥很眼熟。喂。你抽眼睛。还是没抓到诀窍。要妈妈吗？妈妈帮忙啊。妈妈帮忙哈、哦。好，妈妈自己带走了。你看好不好看？好了，你得了，你得了，这么生气啊？这样好，你又倒退路怎么弄啊？还翻白眼怎么啦？那么可爱，啊，自己瞧，自己瞧。你们拍照啊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录影啊。录影可以拍照啊。那拍看不出来、啊。可以啦，拍一下嘛。哎呀，害羞啊！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会害羞啊？这么帅的小孩子是谁呀？反正来找我你啊！嗯？录的差不多了吧？嗯。